大家好，我是江宏恩。五号加个短信啊，五号叫我狼后。叶树峰在市面上已经出现了防冒品，在这边我要郑重的呼吁我聪明的消费者，不要因为贪小便宜选择来路不明的商品，健身变伤身，反而得不偿失。我要选择正宗原厂的包装，才能够让你拥有健康完美的体态。